这是这次去帮忙拆箱收的第二件东西啊，我把它清理出来。大家看我刚才去他那里的时候录的时候啊，这个上面是有那种铁箍的啊，我把那些都去掉了。因为这个是那个时期的一个特征，有一些那种东西它都会带一个这种铁箍，是为了防止这个口沿爆釉或者是使用上的一些磕碰什么的，就是这样用的。但是我觉得那东西因为它毕竟是个湿纹嘛，你如果拆开那样不好看，我就把它去了。但是去掉是有风险的，因为这跟中奖似的，如果你运气不好，你像在一般口沿都会包住，如果你运气不好碰到口沿那个有那种什么磕皮啊什么冲啊，它包住你看不来，可是你一去掉哦完蛋了。但是呢咱这人比较轴，我不喜欢那个铁皮，我就把它去掉。但是很幸的是什么，全没品，所以很完美很漂亮。东西非常的傻开门了，这种东西已经傻开门到傻开门的程度了。我们把镜头转过来啊，我们一起看一下这个大虎。好 ，OK， 我们把镜头转过来，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这个大虎。这个虎真的非常的大。这次去呢，有几件比较亮眼的东西，一个就是那对台灯，大眼的四大天王，大花片的光绪五彩，还特别开门，那个很好。不由分说必须拿下。还有一个就是这个东西，这个东西也特别棒。第一呢它也是傻开门，二个通片子没一点毛病啊。我们当时刚出来的时候，大家看到我视频里边不是这块有一圈铁皮吗，这有一圈铁皮，这有一圈铁皮，我都去了啊，我不喜欢那个东西。但是去这个东西是有风险，你看很多人他不去，为啥呢？很多地方你一去掉，这里边可能有磕了冲了磕皮了，对吧？你盖着啥也不用，没有，它可以说是全品。但是你去的话一看，哦，麻烦了，对吧？我就去掉了，我不喜欢啊。如果是有磕皮我认了，但是我还是很喜欢这东西。这就是比较倔强，比较倔强。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东西，大家看，我们通过这件东西可以看一下这个晚清就是比较好的东西的釉光到底是什么样。大家可以看啊，你看跟着光线的这个洞，我们去看，你看，尤其讲，你看这样子。是吧，这种感觉，你看尤其这块这种感觉很肥润肥润啊，大家自己得去体会一下这种感觉，肥润这种东西呢，尤其你看看，你说如果光特别强，你看这样子啥也看不来，它就是似强不强，就这种时候你看这种星星点点这种肥油润的这种感觉，它就是老的特征。一般新的那种光都会很刺眼，火气特别亮啊，就是那种感觉。我们再把这个壶大家可以看一下，你看这个壶真的是顶着头买的，特别顶。为什么？因为它里边连个鸡爪都没有，真是渣毛病没有啊，渣毛病没有。而且呢我也，你看这都是那些脏，而且都是那种怎么讲，有铁皮，但是当时铁皮我去了之后索性也没什么毛病，这就很开心。我们依旧来看一下这个釉面这种光泽，大家看，不要强光，强光打上去什么也看不来，这种微微的这种光，你看，哎，你看这个位置是不是就感觉很莹润很肥厚啊？包括这些字体，尤其你看青花的这种厚实度深沉度，是吧，都说一些比较形而上的东西，只能说这个大家得理解一下，这个晚清的东西确实你让我去说太多，因为这也不是画片，我自己对于这个写字方面没有太多研究，我不知道跟大家怎么去讲，只能从这个釉光的这种感觉上跟大家说一下怎么去判断新老，对吧？底釉也是一样的，底釉的釉色你看奶白色的这种釉色也很肥厚肥润，胎质尤其这个胎，看这胎细不细，越是大的东西啊它的胎质反而可能会越粗啊，但是你看这么大壶它的胎质依旧非常的细腻油润，修复修得也很好，所以东西很棒的。一般我们去看一件器物的新老怎么看啊，大家说一下。第一型，那型要不对那就根本就不看了，你说这坐对面坐一机器猫，你给我说它是宋代路，哎，那一脚板都对吧，先是型，型得符合那个时代的型，你猛的一看，哎，这是一个壶，然后看它的花片，看它的型，晚清的，然后我们再去看它的这些，它的一些釉面的特征、发色的特征、它的画片、它的修足的特征，对吧？
它的修胎的特征，以及它的胎质釉质是否符合你所判断那个时期。如果符合，它就有可能是对的；如果不符合，那就可以直接 pass。如果符合，为什么说它有可能是对的？因为还需要我们进一步的去看它的细节，对吧？如果它的细节上面有一些偏差，那这个东西就要打一个问号了，我们就要进一步的去判断。所以去判断一件东西，有的藏友可能说，哎呀，他看一眼就知道，那真的是因为他看的太多了，有些东西就是看了几十回几百回了，看就知道。但是有一些东西就说，哎，他说有一眼需要上手，那就是这个东西可能他觉得，哎，还行，但是呢需要进一步的去观察，就是这么个概念，好吧。我也只能说这么多，因为对于这个上面写的，好像我听他们说什么朱子家训嘛什么来着，我看什么一轮明月以君王，什么春宵一刻值千金，好家伙，这怎么是朱子家训？这写的是什么呀？不管是什么，诗文虎、啊、东西是很棒的，我也只能从这方面去跟大家大致的去讲解一下怎么去看这个晚清东西的心脏啊，就通过这一件很精美的虎，好吧。我是天元，然后喜欢的睡眠呢给我点赞加关注，我们下期再见，拜拜。